挺烦的。关键还得打时间差，他那个缝是高度是不可能过去的。你得落的时候正好上面那个再过来，跟那波差不多性质，跟前面那波差不多，性质是一样一样的。还得打时间差。如果上面那个落下来你还没下来的话也是死，就上面那一发过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人没开始下落的话也是死的。他那个地方我刚才定格看了，跟那波一样，前面那波别再打时间差，烦的。拼脸，说白了拼脸。就这波，后面那波，就这波，跟这波性质差不多，也得打个时间差那个缝。Oh yeah, baby, fuck. Oh, yeah.